你们仨呀，就是一条食物链。你呢，喜欢看那货鸟鸟的样子；江天浩呢，喜欢看你看那货贱贱的样子。哼，关于你们仨，有点狗血的关系。本大师已经创作出了一副传神的佳作。嘿，请雅正。哇塞，你这画的也太好了吧！你看，我李依依还是这么的帅气，我还是这么的美丽动人。雕虫小技，我得了我爸的真传。咦，这货是谁啊？嗯，我看，大长腿江天浩啊！你看我画的多传神，脖子以下全是腿。得了吧，他腿哪有那么长啊？你别说，你这幅画呢，要是把这货挡上，就非常完美了。哼。我把它撕掉，哎，有了它就不完美了。不行，没了它就不够虐了。去。